我是老黄，今天我将与王德发去探望一名独臂骑士，看看他近况如何，顺便体验一番他的工作环境。随后我们整装待发后就出发了。很快的，我们就到达了目的地。眼前的这名老伙计是这家餐厅的负责人波叔。交谈中得知，这家主要是做孤寡长者的送餐业务。波叔说，当初开这家长者餐厅是为了解决独居老年人吃饭难的问题。虽说也属于社会上的慈善机构，但并不是免费的。尽管有社会福利机构的补贴，但还是要相对应的餐费，不过会根据客户的家庭环境以及独居老人的经济情况给予一部分的优惠。毕竟运营一家餐厅也需要不少的成本。眼前的这架三轮车就是波叔要去送餐的交通工具，待会儿我们就要跟着波叔去送餐，体验一番他的日常工作。准备出发之时，独臂骑士来了。他以前也是玩重机车的，自从几年前那次事故痛失左臂之后，再也无法骑车了，现在就常住在这家长者餐厅工作。从餐厅里头出来，眼睛从没离开过摩托车，流露出来的是再也不能骑车了的惋惜。由于还没到送餐时间，我与王德发只好先行赶回工作室。来到了下午的5:30，是时候跟着老板去送餐了。我们再次从工作室出发了。打雷成古仔。现在工作人员正在分餐。分餐完毕后，我们先行把饭餐搬到车里头。防火便当，防火便当。看见火就，首先清清反头啊，清清反头啊。随后跟着波叔出发了。很快的，来到了第一户老人家里。大伯伯，哎，咁醒目嚟今日啊，咁起身啦，呢个整一条鱼嚟。哦，条咩鱼罗非？帮佢掌盏灯啊嘛。我帮你，帮你倒饭先啊，装佢先。我肚饿啦，系咪？唔系啊。哦。我就攞个纸巾。哦，攞个纸球俾你系嘛？等等先，我帮你倒咗水，装落啲饭先。波叔细心周到的服务让老人非常满意，接下来就到附近的老人家里送餐。你叫咩名啊，雷锋婆婆？啊？你叫咩名？叫我个名红师个。有咩名先啊？雷锋啊。雷锋。来。系啊。啊，通我未？阿伯唔会安。老你痛我未？求其咁啊，你就懵啊嘛。嗯，剪得个发咁靓女啊！啊，剪得个发咁靓女。你叫我水水啲，水凉啊！水乜嘢？我帮你掌盏灯好吗？啊？我帮你掌盏灯好吗？我帮你掌一张光盘啊！听叫好笼我个你啊！我帮你掌个光盘啊，好吗？着灯啊！我掌光盘啊！好吗？好，掌好啦，行行行。你第乜知咧？你第知就得咧，系嘛？细乜啊？着灯咧，要个知啊你。我真系奇过。我放咗你讲先。老人家一看到波叔来，脸上的笑容像个孩子般灿烂。得来，得来。又帮好我哋咧，讲新闻，几多十岁咧？你探我高兴，嗱喂，咁样啦就。
凡人那个过来了，凡人那个过来了，你帮我搵翻个烹饪碗那个喎。搵翻个空烹饪碗。你话乜嘅乜？我啲冇备备，话咩食？我攞个空烹，我攞个凡烹过嚟。个烹。系啊，我要攞翻个烹走，俾翻个烹碗啦。我咪俾个锅装啦。俾翻个空咩咩嘅喎？啊，俾翻个空，俾翻个空烹碗。得怪攰嘅啦。誒，仲有個烹咧。嗯。仲有個咧。嗯。仲揾翻個俾我啦。係咯，你話聽就聽。好。我都冇備備，係嘛？唔通你用得我嘛？你揾個烹俾我啦。啊。揾個烹俾我啊。嗯，點好？你話呢個呀？冇知道你。而家已經。要寫著咩嘛？更深一步啦，先前咧用嗰啲係你去邊度呢咁樣？係啊，你幾日已經更加我好會收尾噶，咗啦已經啊！你話乜就乜，我好會收尾。嗯，好啦好啦，咁我揾下啦，好唔好？我揾個坑，揾嚟用喎。哦，用嚟攞正佢。你幫佢沖涼房，幫佢沖涼房度睇有冇落。係啊，周圍揾正佢。幫我去沖涼房度睇睇。呢個你係啊嘛？我係啊，嗰度啊。係啦，攞嗎？攞。攞翻。哦，響呢度有過嚟係咪？係啊。你個烹係咪？啊！我頭先行我冇見嘅。你寫著咩嘛？係咪？嗱，寫檸檬嘅喎。哦，係喎。哦，好啦，咁啊，我揾到烹得啦，你揾筷子食飯咯。係啦。你筷子呢？啊？揾筷子啊？咩嚟？啊！嗱，嗰度有見啦，嗱，你洗曬啲食飯啦嘛。哎呀，唔該曬啊！眼合曬落手攬啊嘛～啲嘢嗰啲啊，做到我死你都話搞得做唔到㗎。咦，你真係識氹人啊你啊！唉，多謝，好啦，嗱，好啦嗱。即係我哋死無兩半咁好。老人這句話道出了多少獨居老年人的心聲。隨着社會的發展，年輕人為了生活奔跑，沒有時間去照顧家裡的長輩，這種現象隨處可見，所以獨居老年人的身心問題也就不容小覺。但这些事情总得有人去做，总得有人去照顾这些独居老人，而波叔的团队就是这样的一类人。了解得知波叔他们已经干这行有些许年头了，期间获得了很高的评价，也获得了社会福利机构的大力支持，其中的骑手们也是志愿者，这种无私奉献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让我好生敬佩。随着逐渐进入老年化社会，如何善待老年人、关怀老年人，成了当下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毕竟人终有老去的一天。在跟着波叔陆续送餐给几位老人家后，为了不妨碍波叔的工作，我们只好先行告辞。跟波叔道别后，在回去的途中让我感触非常的深，也让我了解到了这份工作有多么的不容易。同时也期待有更多的社会力量加入，也尽自己的一份绵力，让更多的人了解以及投身于公益事业。我是老黄，这期视频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